这是库兹马在今年巴黎时装周婀娜多姿的造型，让他成为现场最出圈的体育明星。作为 NBA 最敢穿的球星之一，库兹马当然不会放过去巴黎时装周凑热闹的机会，风头恨不得力压詹皇、威少等巨星。不过老詹的咖位还是摆在那里，他与妻子以及小弟追梦格林来到奢侈品牌 LV 的时装秀现场，再次引发了关于两人可能联手的猜测。作为受品牌方邀请的贵宾之一，老詹跟 JZ 碧昂斯谈笑风生，迷妹蕾哈娜更是热情上前拥抱。他的造型当然很用心，戴的这副墨镜镶满钻石，尽显豪气。除此之外，他牙齿上的镶钻牙套也是造价不菲的装饰，堪称武装到牙齿。老詹在为设计师好友做宣传时也发挥了自己的幽默细胞，说希望设计师可以把秀场展出的每一款时装都免费送给自己和妻子，可以说非常会过日子了。